耳朵了。坚持地抓到出星星，你比我们大海来了深欢迎。哈哈哈哈哈哈，黑猫警长！哈哈哈哈哈哈，黑猫警长！森林公民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。脚步走得多轻。留下威武矫健的的声音，你磨坏了坚持力抓到处星星，你给我们大海来了生活安宁。哈哈哈哈哈哈，黑猫警长！哈哈哈哈哈哈，黑猫警长！森林公民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。谁敢踩我的尾巴？哎呀！认不出我了吧？是大哥呀！你跟黑猫警长把我的耳朵……笨蛋！哎呦，屁股好疼！大哥为你报仇去。报告警长，九号地区发生案情，说清楚点。九号地区出发。Thank you.
最好吃的猴头。现场，这些全是伪装。报告警长，白鸽侦探，你来看。根据掌握的材料判断，这个怪物是一只少见的巨鹰伪装的。它身材高大，极其凶狠，因为最爱吃小猴子，所以也叫食猴鹰。现在派你去探明这个罪犯的巢穴，发现目标后立即报告。是，明白白鸽，怪物的巢穴已经找到。你再说一遍。警长，我是白鸽，怪物的巢穴已经找到。警长，我是白鸽。我们马上就来。哎。Thank you.
嗨，该死的猫！你等等，来吧，我来。别着急。Thank you.
四作战方案。哎，大家快看，哎，汤毛没有了，哈哈哈哈。哎呦，你就剩这么几根杂毛了，还想逞凶吗？嗯，哎呦哎呦，你们这群该把他的嘴套起来，死他！哎，哦哦哦，你才是个笨蛋呢！我找舅舅去，我还是找舅舅吃猫鼠去。